现在谁还没有签到的话，好，那么今天呢，大家久等了，我们谢谢李薇雅的接受这个球会，也很感谢啦李薇雅啦他成立的这个球会啦，很多年轻人呢可以有机会来这边可以免费或者低价小儿可以学可以哭首先就抛歉，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呢中午刚好是这个万人市西安的上午有一个Christmas 的一个 lunch， 所以呢搞晚了对不起，你就大概九点高尔夫球运动呢，我觉得呢在加拿大呢是应该有推广，因为加拿大有什么大有什么好的地方虽然我们夏天比较远，所以呢我们呢是一定要争取一个时间呢去多多练习我们高尔夫青少年来说呢很感谢李会长把这个推动，因为现在呢我觉得青少年呢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在往那边打击所以呢如果可以用这个高尔夫球的运动把他们带去他们的家里面都不用他们的对着电脑啦对着这些游戏机台球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很健康的一个活动，所以很感谢李会长可以把这个推广谢谢。